李翰生，这个星期的时代达人内容是什么呢？不要吵我 ，Let me take a selfie。所以主题是什么嘛 ？#OOTD。#OOTD 不知道的吗？对对对 ，unbelievable， 很明显是 out of the day 了吗？因为有时如果你再放妆哦，就变得很白，就好像鬼的那种。比较生病病。所以这个星期下午1点钟，记得要收看#时代达人#Sherilyn#Hansley#时代达人#dot dot com.my。